几岁了？19岁，还没到20岁，你就敢怀孕啊？男的是谁？梦瑜伽是一种神奇的功夫。你说我早上做的那个梦，会不会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啊？只给你半分钟。在梦里，我来到了父亲的记忆库中。你是谁？我也不知道我是谁。我这一生有多少梦境？饶我！我自己都分不清呢。小妹啊，农场里干的活太苦了。你真爱朱丽英吗？你会一直记得我吗？我会的，除非我死了。农场里不准谈恋爱。你出卖了我吧。我没有选择。因为假公章的事情，我被判了刑。明儿，总算让跟他说通了。我听说他跟连长做了交易。胡说，他在说谎。现在三个人三种说法。朱丽英跟连长好人了。陆建东说那孩子是傅连俊的，我爸却说那孩子就是我。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。我刚才见了朱丽英，我跟她没有孩子。哪些是梦境，哪些是现实？